在韩国举办的第43届青龙奖，不仅有许多大咖演员出席颁奖典礼，主办方更是邀请了 IVE 以及 NewJeans 等当红偶像来进行表演活动。在表演 Love Dive 时， IVE 更是开麦超明显，对比起之前完全让人感受到女孩们进步超有感呢。而在 NewJeans 表演舞台时，台下的演员们都纷纷陷入了女孩们的魅力，就连汤唯也忍不住拿出手机拍摄 NewJeans 的表演呢。看到女孩们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，更加让人期待即将回归的 NewJeans 会继续带来怎样的惊喜呢？